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关心市政》周回来节目，我是郑君云。今天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聊的议题是相当特别的议题，是考古，也就是我们和平岛最近在进行的这个和平岛的考古计划。那这几年的挖掘呢，都有重大的发现。现场我们邀请到三位来宾来跟我们分享。首先呢，是我们的文化局局长陈静平，陈局长。君云小姐，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我们的局长，再来是我们的清华大学人类研究所的所长张振华，张所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我们的所长，再来是我们的张这个所长的助理，也是我们清华大学人类研究所的博士生郭胜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三位来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要跟我们分享和平岛的考古计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1999市民热线有问必答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市民朋友，不管是咨询、陈情、转接或是派工的服务，都可以得加利用。蓝小姐问：和平岛考古计划有何发现？文化局回复：这项属大基隆历史场景再现整合计划中，圣萨瓦多城暨修道院考古发掘计划，由文化局邀请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张振华、西班牙考古学者合作的考古团队，今年5月初启动挖掘，在和平岛的两处停车处预定地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在和一路的停车场发现夜光熔炉、神纹陶以及贝冢、兽骨磨尖器、陶片等时间横跨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明代、清代等文物。另外，有关修道院考古遗址也不断有新进展。这次发掘计划第三具墓葬旁出土特殊形式十字架遗物，可依此判断，此墓葬主人为天主教徒身份。考古团队6月至今新发现两座墓葬与遗骸，并继续在平一路停车场向北向、西南向延伸发掘。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支有关于我们圣萨瓦多城这个遗迹开挖的时候，我们市长林佑昌特别到现场关心。和平岛这一处停车场的圣萨瓦多城遗迹最近又开始开挖了，考古人员细心的挖掘，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现许多具前人遗骸和古物。基隆市长林佑昌下午也邀请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了解情况，希望能够有新的发现。所以这次的发掘不只是地方上非常的重视，中央也非常的重视，甚至还引起了国际像 Discovery 这样子的一个团队或者是考古界的一个重视。那我非常期待这次的一个发掘还有合作能够有更大的一个进展。那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和平岛地区呢做更好的一个规划，也让台湾人了解说我们整个的历史的一个样貌，以及台湾以及基隆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重要性。林佑昌也表示，圣萨尔瓦多城遗迹开挖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希望考古团队在挖掘的过程中能够有更大的进展，未来可以有更好的规划来发展这里的观光。好，我们现在就请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考古学，为什么要考古呢？所长，我想一般人提到考古学都会觉得去捞宝、去挖宝或者是探险，就像我们电影里面讲的这个Indiana Jones， 他去到森林里面去找寻宝藏一样，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啊。其实考古学和其他的学科，基本上就是一个学科，那么还有历史学也是一样啊。但是历史学它研究的主要是透过一些文献的资料、一些档案的资料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但是考古学，和历史学不一样。考古学主要是研究一些物质文化的遗留。所谓物质文化呢，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各种不同层面所使用的这些物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又不太容易腐烂掉的。就像陶器啊、瓷器啊，那个即使很长的年代，它还是不会腐烂。那所以考古学家呢，基本上就利用这些的物质文化的遗留呢，想要去重建过去人类的一些社会或者是文化，那么同时呢，考古学的研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历史呢推向更早，像现在我们了解我们人类的历史
可以向前追找到300万年，是啊，那么这个可以把时间不断的去人类的历史向前推延。另外一方面呢，考古学可以透过物质文化的遗留呢，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更多人类生活的面向。嗯，而像我们的历史记载，它不可能记载的非常详细，但是考古遗址里面可以人类的生活的各种遗留，包含吃的、用的、工具，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呢，它可以反映出来人类生活的各种不同的面向，啊，它的生活面向，像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它的工具，它在不同的社会里面所使用的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面很多不是可以透过文献可以告诉我们的啊，特别是更古老的时代，所以因此呢，其实考古学它的简而言之呢，就是要透过物质文化的遗留，让帮助我们去了解过去人类的社会还有文化。我想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话，但是它是一个学问，它不是去挖宝，也不是去探险啊。是。谈到物质，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带很多这个出土文物，陆续我们在节目中都会跟观众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局长来说明一下，那最近我们常在看到这个和平岛的考古新闻，那这个就说明一下这个和平岛考古计划它的发展的缘由是什么。很少有很多港湾的城市外面，在大海的外面有一座小岛，如果有的话，这座小岛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或防卫的一个地位。那在2011年的时候，国科会跟张院士合作了一个考古的计划，就为了是找寻400年前西班牙人在这里曾经建构的圣萨尔瓦多城的一个遗构。那当时其实有非常多的出土的文物，而且也证明了和平岛当地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的文物的存在，那当然也连接了基隆跟大航海时代的一个重要性。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做大基隆历史场景再现的计划，我们在这个计划中特别呢框列一个部分，请张振华院士带领他的团队还有西班牙的团队一起再来和平岛进行考古。我们想要印证的是，在400年前基隆在台湾的地位，之于在大航海的地位。那在这次的考古里面，我们发现到非常多的重要的文物，包括非常多的印纹陶，或是一些从西班牙或荷兰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墓穴，还有一些西班牙的遗迹，那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西班牙城堡的墙基，应该是教堂的墙基。那我想这再再的证明，过去我们一直被忽略基隆在台湾的地位，那从这个考古的一些发现上面，我们知道南大园北基隆的地位其实在400年前就已经确定了。是，那局长说明之后，我们就了解到这一次的这个再造历史的这个现场计划所支持的考古发掘的计划，是延续过去的这个考古发现。那我们现在就要请我们助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的这个历年考古计划的发现。好，那前面局长有提到这个计划是从2011年开始，那在2011年到2014年期间，其实也发现了不少考古成果。那其中在这段时间有发现，陆续发现了几具墓葬，那以及一具是装成在瓮棺里面的一个4岁小女孩的一个墓葬。那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发现到了这个所谓诸圣教堂的墙基的部分。那也依据这个墙基的部分，我们今年也是透过这个部分来继续向外延伸。那今年的发掘成果是从今年5月开始，那从这个墙基的2014年这个墙基的这个开始，那也找到了这整个诸圣教堂它的几乎有三面的这个范围。那在考古成果的部分，也可以看到桌上这些这一部分的发掘成果，可以从元三时期一直到最晚的日治时期的这个。许多的文物都可以在这一次的考古发现所发现到。好，谢谢我们助理的说明。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发掘到我们和平岛原来有这么丰富的这个考古资源，那就请用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些出土文物它的这个意义。来，所长麻烦你一下。好，我想这个知道和平岛是基隆
这个北边的一个小岛啊，面积非常小。那现在呢，可以说是地狭人稠。嗯，那诸位看到和平岛去，大家也感觉到非常的人的居住的非常稠密。嗯，那么大概所有的土地，大概都被现在目前的居住的这空间所占满了啊。那即使要去停车，都比较困难啊。所以，那在这一个非常稠密的人类居住的这个土地上面呢，其实已经把过去人类在这个岛上面的一些生活遗迹呢，大概之上都已经破坏光了，嗯，没有了。那可是和平岛其实从考古资料看，它从3000多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在岛上生活了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整个台湾我们基隆历史的一个部分啊。那特别是在西元1626年到1642年西班牙这个所谓大航海时代呢，他们曾经在这边做殖民啊。那和平岛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关于这些遗迹呢，实际上现在也都很难去寻觅了啊。所以因此我们这个考古工作呢，能够在和平岛能够仅存的非常少的空间里面呢，我们经过调查，然后发现到了3000年以来人类在和岛上的一些活动的遗留啊。所以它反映大概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来到这个岛上面，那么在海边生活的一些样貌。然后接下来又进入到铁器时代，大概在1000多年的时候呢，人类又来到岛上面啊，那这边生活，他们的不止生活，而且在里面还炼铁，还从事贸易啊，和那岛外其他的地方也有些交易啊，所以充分反映出来了大概从铁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边整个活动的这个面貌啊。然后接下来到了就是17世纪，西班牙人来这边筑城堡啊，圣尔萨瓦多城堡，然后这边建教堂啊。说西班牙人来主要是为的是贸易，为了去传教。那是所以他建的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他的建筑物，但是现在他的城堡已经很难找到了啊，现在可能是在已经目前的台湾造船公司的那个厂区里面，但是又有大量的新建这个船屋，新建这个厂房，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也都会破坏掉了啊。那么这次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在这个平一路的停车场，我们经过很缜密的调查，最后发现了这个当时所谓诸圣教堂的，或者万圣教堂的这个房屋的房基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经过有系统的发掘，然后把整个的原貌呢，现在大致上都已经可以找出来了啊。所以将来透过这样一个遗迹呢，我们也许可以把当时教堂的原貌来做一个复原这样子。那这个来重现这个和平岛的，至少在西班牙时代的当时的一个，它的一个整个居住的或者一个统治的这样一个面貌啊。所以我想这些然后再过来就是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然后过来日本时代的时候，所有这些遗留呢都从我们很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都找出来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对我们重建和平岛的这个人类整个在这里居住的历程啊，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而珍贵的资料。如果幸亏有这一次的考古发现，如果再等个若干年之后呢，像这个停车场再做进一步的开发，那么或者是这个和一路的平一路停车再做开发的话，这些东西也许又都消失掉了，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样子。所以这一次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把这个和平岛这些过去的这些生活人生活的历程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呢，我们透过这些物质文化的遗留呢把它重现出来。我想这个对于建构我们和平岛的历史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料啊。我想大家应该珍惜这些资料这样子。我很好奇想请问来宾，像就是当初我们会选择在这个停车场，是因为就像我们所长讲的，因为人多了，建筑物也多了，这个地点的选择当初是怎么决定的？我来说一下。那这个其实我们当初的目的是要去做这个圣萨尔瓦多城的发现，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西班牙人来台湾第一个建的城堡就是这个城堡，那么他希望能够在那边做一个长久的统治，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只做了16年，那就必须要离开了。那么我们很希望把这个历史能够重建出来，但是由于这个圣尔瓦多城的位置呢，就是现在的基隆造船厂的位置，那里面的话由于客观的条件呢，大概他们也不会同意我们或者是实际上去做考古的工作这样子。
那么后来我们必须要去找寻别的线索。嗯。那么别的线索其实刚讲地下人稠，很多都找不到了。嗯。但是我们透过一些荷兰人当时所绘制的地图里面呢，里面又呈现出来，当时有一个教堂。嗯。那么经过我们的地图的和现在地图的套叠比对之后呢，哎，我们发现位置可能刚好就在这个平一路的停车场。而这个停车场呢，又刚好是属于基隆造船厂的它的产权。嗯。那么所以目前还没有开发，他借给基隆市政府，借给当地来做一个公共停车场，所以他没有经过了再建建筑物的破坏。那我们在那边做一个视觉，视觉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到了这个教堂的这个遗迹啊。当然不止教堂的遗迹，这边发现了3000年前的所谓原山文化的时候的这些遗留，然后又发现了铁器时代的遗留，又发现当时的墓葬、房屋的遗留啊，生活的遗留。所以这个小停车场呢，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代表当时人类就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来居住这样子。因为那边有它的条件，因为它背面靠山，前面是海，中间这个范围是土地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这个位置比较适合人类在这里居住，所以大概从3000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就在这个点上面来生活来居住，所以才会留下来他们这么多的这些很丰富的这物质文化的这遗留，也可以提供给我们考古学家一些新的找到的一些新的研究的一些资料这样子。那所长，就你们这个挖掘的这个还有研究的这个计划，和平岛当过去哈最明显的两个建筑，一个是不是就是城堡，一个就是教堂？是，对对对，这在我们至少从荷兰时代的，因为荷兰人是在1642年，这个1642年以后，他又占领这个地方了。那么他们也会了一些当时的一些地图状况，所以他会把教堂、城堡这些位置呢，也都标示在地图上面啊。虽然这个地图不是非常精确，但是对我们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让我们找寻、重新找寻这些建筑物的线索那样子。是，那这个我们所长提到这个圣萨瓦多城，好像跟这个安平古堡新建时间只差2年，对不对？对对。那这个代表其实我们在基隆在某一个层面的历史意义是有相当的地位，对这部分。所以刚刚徐亮讲了嘛，就是南安平被这个圣萨瓦多嘛，被和平岛的这一个叫社寮岛嘛啊，那么这两个是代表在大航海时代的两个重要的据点那样子。是，那其实每一项我们这个发掘的文物或是我们发掘的这个遗迹，都跟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很密切的这个关联。那就这一部分也请这个所长你再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层面。对，我刚刚讲过了，其实在这么一个小的停车场空间里面，我们发现它的地层是由下往上堆叠的，所以最下层就最靠近当初海边的岩盘上面呢，就是3000多年以前的说原山文化的人，那这个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这些文化。那么我们发现到当时房屋的在这上面盖房子的柱洞的遗留啊，当然也发现它很多这些生活的遗留，而主要是陶器、石器啊，还有一部分的玉器啊，那这些反映出来当时生活的内涵啊。那么再往上一层呢，就是所谓铁器时代的啊，铁器时代的我们发现的，当然除了陶器、石器之外呢，我们很重要的发现到炼铁的这个遗迹。所以这个时候的人类已经炼铁了，所以像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些食物，有一些铁渣、铁东这些铁的这些工具啊、器具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玻璃器啊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些晚期的在和汉人之间有贸易的或得到的一些瓷器啊这些等等啊，那这个是铁器，然后再过来就是西班牙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很遗憾的，我们西班牙除了发现它教堂的建筑结构之外呢，它真正属于西班牙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少。我不晓得是当时西班牙在被赶走的时候呢，大多全部都清干净了，或者是他丢的他的垃圾堆我们还没有发现。是啊，但是我们发现零零星星的属于西班牙时代的这些东西，像他们有那个皮带的带扣啦，我最近好像也发现到一个这个海军的这个纽扣啊，那另外发现到他们的，当然很多墓葬是属于西班牙时代的，那些像教堂里面的也许当时的教士啊，那么还有他们的这个身上佩戴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那么这个里面都可以反映出来是西班牙时代的
这些文物啊。那么然后再过来就是清朝的啊，清朝当然主要是汉人带来的东西啊，有很多的所谓青花瓷的青花瓷器，这是当时在明清时代在中国最主要的一个瓷器的一个产品啊。然后再过来就是到了日治时代，日本时代啊。那日本时代当然它留下了很多的建筑物的遗留啊，它的砖瓦，尤其日本时代的房子，还有日本时代的他们建房子的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结构啊，一些地基啊结构等等，然后再过来就是到了近代的啊，就现代的这些人类居住所遗留下的遗迹。那么从这个平一路的停车场这么一个小的范围里面呢，从我们从地层学上面，从地层看就是层层堆叠的，就从早到晚就堆叠起来的啊。但是其实很复杂，因为即使堆叠，它经过不断的破坏，像晚的人会挖到底下去，像挖水沟就把底下的破坏掉了，然后一些结构物彼此交错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做考古工作的时候呢，必须要非常缓慢，要非常仔细，非常有系统，要小心的把这些种种的现象呢，来从地层里面来做一个分辨出来啊，然后才能帮助我们去重建这个土地上的整个人类一个文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当然最晚近就是到了这个17、18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些原住民的遗留啊。当时我们知道，从文献记载，当时和平岛有个叫大基隆社。大基隆社从现在族群的分类上来讲，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巴塞族，那么所以我们也发现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的遗留，还有他们的墓葬啊，就刚刚讲了有小孩子、小女孩的墓葬，那就属于这些巴塞族的他们的遗留啊。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小地方呢，这个人类文化的错综复杂啊，非常丰富啊。那所以我们讲，我们很幸运的还有和平岛还保留了这么一块停车场，可以把这些过去人类的生活历程呢，就保留在这个土地里面啊。如果我们很不小心的用怪手挖掉的话，那就全部就灰飞烟灭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子。是，所长，在你这么丰富的这个考古经验中，你一直提到说我们这个和平岛发现其实是很丰富的，所以就你的经验去比较，我们这个和平岛的这个发掘的文物啊，或是历史，跟其他你在其他地方的考古工作，它的相同地方或是特别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讲和平岛最大的特色就非常复杂啊，让你挖的时候会觉得非常 exciting 啊，很兴奋，就像啊，因为你可以去这么复杂的里面去分辨出来不同时代的这些人类在这活动的蛛丝马迹啊，那个就非常的，它不是一个很清楚，像这个蛋糕一层很清楚的，哎，很容易的分辨出来，所以你必须要花很多的精神要去观察，要去记录，要去找寻出来这个每一个阶段之间的蛛丝马迹啊。像我们发现到有这个清朝的这建筑物的排水沟，也发现日本时代盖它的合适的房屋的那地基啊，那彼此之间都是犬牙交错啊，那么你必须要非常仔细的去分辨出来啊，然后才能够去了解到整个发展的脉络。像还有西班牙时代的墓葬，它可以一直打到这个岩盘上面，把这个过去更早的像这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呢就穿透了，所以你假如你不是很仔细的观察的话，你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还好，我们这次经过比较大面积的发掘呢，我们可以把很多的现象可以做更清楚的厘清啊，让我们去帮助我们去可以把整个的历史可以做更好的一个重建这样子。是，几千年来的历史就堆叠在这一层，这个真的是没有这个丰富的考古经验是很难去判断的。所长，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这边很遗憾，就是西班牙的遗留下来的文物很少，那这个在其他地方，台南那些地方呢，他们在台南的时候主要荷兰人嘛，他们的文物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西班牙的，因为西班牙他离开台湾是被荷兰人赶走的，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因素，他很多东西他就带走了或者怎么样啊。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范围还是局限在这个停车场，而这个停车场是一个教堂的所在
是他说不定把所有的那该不应该在教堂的东西都放别的地方去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已经被破坏了或者找不到了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希望再过几天发掘，所以意外的发现一个坑啊，坑里面说有很多的西班牙的东西可能，但我们就不晓得这样子啊。但事实上，台湾西班牙在经营台湾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困难的。嗯，我们知道他靠那个马尼拉的他们这个菲律宾方面的来给他们一些支援。嗯，如果他没有一些很充分的支援的时候，他们在这边的生活也是蛮艰苦的，看得出来这样子啊。是，对，所以我们发现的东西就非常的少，除了这个建筑物的结构之外这样子。那在我们整个台湾啊，西班牙人留下的足迹，除了在和平岛这边可能发现，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可以发现吗？这个当然是这西班牙当时居住的范围是包含从淡水一直过来沿着北海岸，一直到宜兰这一带，他们都是算，还有台北一部分都是他们的这个范围哈。但是现在目前，能够具体发现的主要的还是就是和平岛的这个发现了，其他的几乎没有了。所以我讲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找寻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在台湾的这些蛛丝马迹的话，那我们和平岛是唯一可以提供这些关键这些证据的一个所在这样子，所以这个就也更凸显了它整个发现的一个重要性和它的价值这样子。是，期待未来可以赶快听到我们这个所长你们有进一步的发现。那再来呢，其实这些考古的这个成果，不管对在地的居民啊，或是基隆的市民，甚至是我们全台湾都有很重大的意义。那不知道说这个我们文化局未来针对这个考古现场有没有进一步的规划？来，局长。刚刚张院士有提到说，我这次和平岛的考古呢，不只把历史发现到大航海时代和平岛在世界地图上的重要性，它还往前推进到3000年前哦。那在台湾现在目前所有的考古的一些博物馆或是一些发现里面呢，现在目前和平岛是离人类最近的地方，也就是它跟着生活在一起哦，所以我们其实希望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考古现地的一个教育场域啊。那再来，我们已经取得文化部的一个协助跟一个许可哦，未来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现地的一些教学或者场域啊。我想对基隆人来说，不管是不只是基隆人哈，对许多台湾的民众来说，能够亲眼看到考古的现场，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跟教育处来合作，希望基隆的小孩大概从国小以上啊，都能够来看看这个圣萨尔瓦多城考古的现场。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也正在跟文化部提一个案子哦，因为既然这一次考古的成果非常的丰硕，然后它也有可能考据到过去西班牙人在台湾的一个占领留下来的一个唯一的遗迹哈，所以我们希望，西班牙留下来这个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现场，未来能成为北部的一个考古中心，或是国家级的一个考古中心哦。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商量它应该要如何进行，不过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考古的一些成果留在基隆。是，局长好像之前就有教师研习活动有带到现场过，对不对？帮我们说明一下，针对这个我们研习成员他的一个这个反应啊，帮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这个盛伟应该最了解哈，在他们考古的过程中，一直不断有民众或是一些教学团体到现场去看哈，让他们很好奇啦，尤其是发掘了许多文物以后，大家都想要亲眼目睹一下，到底这个考古现场长怎么样子哈。那媒体听到以后也很有兴趣，所以非常多的媒体前往采访。那最近我们接到非常多的邀约，想要到现场来看一下，亲眼目睹这个考古现场，这也就是我们未来想要当成教学的场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哈。那未来也会持续跟清华大学的来进行合作，希望这里现地考古的教育的场域能够成为台湾一个示范点。是，盛伟助理，你帮我们分享一下，当你们在进行这个考古工作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居民哈，他有这个对于他的好奇的一些反应，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那其实不只有包含民众，就有一些像是国中小学的学生，或是甚至老师，还有校长们，他们都有到现场来做一个参观。那他们当然到现场就会很好奇的问说，我们究竟有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或是什么样的
在因为他们有看到教堂的墙基这个部分，他们就会非常好奇说，这个就是他们传说中的这个教堂嘛，对，所以他们也是看到，是可以实际看到，他们其实是很兴奋的。那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现场有设置了几块那个简单的展示说明牌。那透过这些上面的展示说明牌，他们就可以了解到，哎，为什么像我们前面问的这些，为什么会在选定这个地点？那我们找到哪些东西？为什么可以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时期的？在这个展板上面其实都有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那透过这个说明，其实他们对于可能他们有些是游客，有些是本地人，那对于他们实际看到的这个考古的遗址现象和一些实际的物品，可以做一个跟自身更有系统性的连结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有这种吸收到非常新知的感觉。是，就未来就像我们局长提到，如果这个考古现场哦，未来结合这个教育的时候，其实对于基隆市的这个小学生、中学生、高学生，甚至是民众，其实都是一个很幸福，因为很不是每个县市都可以这么就近就有一个这样的考古的一个这个场域可以学习。好，那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我们出的文物到底有哪些？我们广告回来再跟你分享。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先生，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你想想，怎么可能呢？等一下，那至少身份证上存折要还给我吧，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呢，你们这样不行，我要退费。喂喂，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喂，求职防骗，请记住三要七步。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父母到顶五十年了，当年妈生日的时阵，阿爸拢会骑车载伊去哩补命。自从妈过身了后，阿爸就冇阁骑车去哩补命。我嘛袂记哩有偌久，唔捌看过父母相片，顶款迄款笑容。你可不可以预约巴士？为保利到补命。我即马才了解阿爸的心情，伊只是希望会当陪伴着心爱的人，看沿路的风景，一年行过一年。提醒您，拉 K 将导致膀胱缩小，造成严重皮尿等伤害。无故持有或是用 K 他命，将处2万到5万元罚锾及6到8小时讲习。张太，他们没去拿，我要去领钱，发薪水给我们家外用，干嘛那么麻烦嘞？薪水直接交给中介去处理就好了。不行政府有规定，所有的薪资一定要直接全额交给劳工哎。哈，真的？对啊，像什么服务费啦、国外贷款啊、体检费啊、居留证这些所有的费用都不能帮他代扣哦。如果你帮他代扣，可是要罚6到30万呢。啊，这样可就不划算了耶。薪资应全额给付外劳，外劳打拼更安心。基隆市政府关心您。请勿购买地下电台、市场摊商、网络游览车贩卖的药品及夸大神奇疗效食品，以免伤财又伤身。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想领略基隆的海洋风情，或是探索山林之美吗？还是来一趟古迹巡礼与美食飨宴呢？丰富多元的旅游资讯尽在基隆市观光旅游服务资讯网，也可以到基隆市旅游服务中心洽询哦。欢迎多加利用，基隆市政府欢迎您。欢迎回到我们关心事件周二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和平岛的考古计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赶快请我们的这个盛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出土的文物这样子。好，那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是从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也就是元山时期的这个阶段开始。那这个时期其实最多的就是陶器。那我们这边有像是它的
圈组的部分，那也有像是它的桃把的部分。那可以看到它其实主要都是素面红桃，那上面是比较少有一些纹饰的部分。那还有像是它的桃钮的部分，那这个都是它这些桃器上面的一些特征。什么是桃钮？桃钮就是它侧边，假设这是一个桃罐，它是在侧边做一个穿孔，对，那它可以绑细绳啊，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功用。对，好。那除了陶器以外的话，就是还有像是石器的部分，那有像是一些凹石尖石锤的部分，它可以拿来做工具来使用。那上面就有一些人工使用的这些磨耗的痕迹。那也有像是他们会做的比较精细的部分，那它有磨制它的边，那作为一个凿，我们称呼作为石锛的这个东西，那它是用来凿木头的。他们可能有将一些木头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切割或是凿的这个动作，那就会使用这种比较细的工具。那除了工具以外，还有一些装饰品，像是这边就是有一些残断的这个陶环或石环的部分，那可能就是穿戴在身上的这些物品。装饰品，对，那也有一些比较磨制比较细的，可能是一些做成箭簇来使用的这些细小的石器。那除了石器以外的话，还有像是玉器，它也是作为装饰品使用。那这个玉器的来源地应该不是基隆本地，它可能就是从台湾东部，那透过贸易啊或是什么管道来进来这个地方的。那这些装饰品有特别是用在女生、男生、大人、小孩？这些装饰品其实以原山文化来讲的话，就还要再去，我们要回头看一下原山文化他们当初在这些墓葬上面所找到，可能它在位置上是在哪里，或是它是出在什么位置来做一个判定。好，好，那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进到十三行铁器这个阶段。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有发现非常多的这种铁渣的部分。那这个铁渣是他们制作要炼铁所产生的一些比较没有太粗的铁渣的这个部分。对，那我们现在发现这个铁渣实际上一块好像没有多少，但是我们现在在平义路的现场已经挖到超过120公斤左右。对，那这个铁渣其实它数量是非常大，所以可以证明平义路这个停车场它应该就是当时来做一个炼铁的一个地点。所以铁渣就它用不到就堆在旁边，就一直堆堆堆，那铁器就拿走了，那铁器就废弃，过程产生的渣滓一点。对，那除了铁渣以外，也有像是其他的，它们也有石锛或是那像陶片的话，就跟刚刚的不太有明显的不太一样，它上面有一些矢状的这个印纹，那跟刚刚的陶器就有不太明显的不太一样的这个特征。那这个纹路有代表什么吗？其实到他们十三行的铁器时代的这个陶片的话，他们就有各式不一样的这个纹饰来做一个装饰，对，装饰使用的。对，就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风格，就我们不同的穿的衣服也都不一样。是，好。那除了这些以外，他们还有像是一些玻璃珠的部分。那像这种其实比较特别，是我们会称它做金珠，那是因为它中间可能会有夹一些金箔，让它呈现一个这种金色的光泽。那这种金珠，其实它在宜兰的七鹿兰遗址也有找到相同的类型。那除了珠子以外，还有像是玻璃环的部分。那像这种具有蓝色的光泽的这种玻璃环，很漂亮哎。对，那颜色对，所以它也是装饰品，就是手环。手环的，好，是。那再到下一个阶段，就进入到河西这个阶段。那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代表器物就是这种瓷器。那这种瓷器我们一般称作克拉克瓷。对，那它是主要是用于外销给西方来的这些商人，或是我们说这种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所定制的一些特殊的瓷器，那他们从中国景德镇或是其他地方定制以后，透过海上的这个路线卖回欧洲，他们就会赚非常多的钱。那所以这种瓷器的话，主要就是交易的对象就是欧洲人。那在华人系统里面，他们比较不会使用这种瓷器。所以我们发现这种瓷器的话，其实就比较能确定这个其实就是大概西班牙时期或是荷兰时期他们所使用的这个瓷器的部分。那它是生活用品吗？
其实，在他们的饮食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嘛，他们所以这种盘子是非常大，那是大家一起拿来共食这种大盘。那比起台湾，比起我们这种华人所使用的这种盘子，它的 size 大概在这个 size 左右。但这种大盘子的话，它可能一个就有大概这么大，50公分以上了。对，好，那这个在收藏家普遍看到吗？有，非常多。对，是。这个在欧洲的博物馆也很多。对，是。好，来继续。那除了瓷器以外，还有像是樱桃的部分。那像这个，它是一个绿釉的，那上面有一个浮雕的龙纹。那这种比较大型的罐子，它一个大概都会有超过70-80公分那么大。那他们主要就是用这种罐子来盛装一些更小的容器，或更小的一些要即将他们运到其他地点去销售的这些产品，就是用这种比较大的罐子来装。那这种罐子他们在使用以后，有一些就会流入到像当时的平埔族的聚落，或是山地原住民的这些聚落里面。那其中这种就是其中一种类型，所以这种类型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很确定它就是荷兰或西班牙时期的这个一种陶罐的遗留。您提到这个陶罐，有的会到我们原住民，或是为什么是交易吗？还是对他们可能透过交易或是其他的一些媒介过程进到这些部落里面？像这种陶罐在原住民的社会里面，或特别东南亚的原住民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受到喜爱的。他们所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品。贸易品，他们这个拿去以后，他可以，他虽然有好几头牛才能换一个陶罐。它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像我们到东南亚去工作，到菲律宾工作，往往这个在山上的这些原住民的家屋里面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但是就是一个大的陶罐在里面啊。那这个是他生活的重要的一项东西啊，他有的可以用来装水啊，或者是装东西啊，这个所以这个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很受原住民喜爱的一种这个陶器这样子。那原住民必须透过交易来获得，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那个技术可以完成。他们非常喜欢来自于中国的，像或者其他地区的越南的这一代的这些。是，好，来盛伟继续帮我们介绍。好，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像是这种，应该有听过这种，就是安平壶。那这个是安平壶的下半部，那上半部就是它这个是破损了。那这种安平壶的话，其实它也有分。年代早晚，那像这种类型的话，就大概是17世纪前半，那也大概就是河西时期这个阶段。那这种安平壶，它大概也是在中国东南沿海所制作的。那他们可能透过它来装成一些，像是酒类的这种液体，那会在船上做一个储藏的使用。那他们使用完以后，可能又有别种用途，然后就会慢慢的流入到其他的。不是船上来使用，所以在遗址里面也会找到这种类型的东西。对，好，那到比较更晚的阶段，就是荷兰西班牙人都离开了以后，那他们其实还有一些像其他的这种青花瓷器，那就是普遍汉人所使用的这种一般生活用的碗杯盘啊这一类的东西。那这种在17世纪以后这个阶段的话，普遍都是以青花瓷器为主，那可能还有其他的像是一些彩瓷的部分。好，那这个也是稍微更晚一点的这个一个小香差或小药品的这个部分。是，那这个是在河一路的停车场找到的，所以前面是平一路的停车场，但是其他们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小品是目前我们发现最完整的一个出土文物，对，最可爱的，最可爱的啊！这个像这个这样的，我盛伟，你还要去还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小药品哦，这么完整，这个如果真的在市面上的话，那个手掌这个行情怎么样？这个大概这个几百块钱吧，对，几百块钱这样子啊。不过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常常讲考古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无价的。为什么呢？这个就因为这个它是有身份证的，是我们讲有身份证，有 ID 的。我们知道它的出处，它出的脉络。那么一般的民间的很多的，它都是就是家传留下来的，或者那东西，它是没有一个身份证的东西。所以考古品和一般的名品，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是。对啊。
师傅，你说这个是我们清朝时期的，大概18世纪到19世纪左右的。嗯，所以这个在市面上很普遍吗？几百块就买得到吗？这个蛮多的。因为普遍，所以相对它的价值就没有这么高。所以其实重要的是下面这个袋子。哦，真的，来，赶快说。袋子其实是有写它是在什么地方的哪一个地方所出来的，对，所以这个才是它的最重要的地方，是它的下面这些袋子。哦，也就他像所长说，他身份证的。对，这个为什么和这个像盗掘的、和考古发掘的中间一个最大的是不一样？他的这个盗掘的，他是就挖出来，为了挖东西而挖东西。但考古是要从其中截取一些他的讯息、历史的讯息、文化的讯息，那是价值是不一样的。是，好，来，师傅继续帮我们介绍。那除了瓷器以外，还有像是一些铜钱的部分，那这个铜钱其实上面都还有，它可能写什么什么铜宝，那其实这就是清代的铜钱。那其实可以看到它其实两个 size 是不太一样的。对，那可能在这个阶段有一些将铜钱做一些仿制啊，或是有其他的用途，做一些压胜物的使用，所以造成它的尺寸跟一般清代的铜钱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后续可能再做一些 X 光，把它的上面的字透过 X 光把它明确的辨识出来，可能可以再更进一步来推断这两个铜钱的年代。那除了铜钱这种金属，还有像是一些比较小的铃铛，那这种铃铛它可能就可以像是缝在衣服上，或是其他的一些装饰的使用的时候，就会用到这种比较小、很小、非常可爱的这种小铃铛。是，对。那小铃铛就很像我们很多原住民他们的那个帽饰，什么都是好。那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到日治时期以后，那前面有提到，其实日治时期这边是一些日治的宿舍，那他们这些是不是他们所留下来的建筑物，其实在这边还是我们可以找到。那首先像是这种日治时期最常见的这种梯牙砖。对，这种就非常可以明确的知道它的年代。那另外一个是在这边有找到另外一家，就是上面有写蓝洋窑业的这个日本式的这种黑瓦。那我们有找到这一间公司，它目前是就是在宜兰，它公司也还在。那它明天也会到现场来看这些黑瓦。对，所以是蛮这个考古学蛮有趣的地方。是，但这间公司接到电话说，我们考古发掘您的文物的时候，对，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他们就很高兴，所以要赶快来现场。看一下他们50年前的产品的，是，对，好。那我很好奇，像我们这些出土的文物啊，有哪些是特别的，跟其他的考古地点或是过去您的一些经验特别的不一样？这个当然，我们这些东西，对我们研究而言的话，每一件都很特别，因为每一件都有它自己当地的一个特色那样子哈，所以。就像这一件，就是圆山的一个陶器。你看这件非常有意思，它这个它这个这是一个底嘛哈，底部它是先做一个底，然后上面再做它的陶器的身体，它是两个是粘合在一起的。你看它这边有一些这个刻画纹，它为什么要画这个纹呢？它就是要使它更增加它的结合度、粘度，不容易脱落。你看这个就显示出当时它制造陶器的一种工艺。它一种方法技术那样子啊，那么所以对每一件东西都有它的，像这个炼铁，过去在台湾北部只有在13行遗址有大量的炼铁的作坊的发现，那么另外在台湾东部像宜兰的这个汉本遗址也发现到了有炼铁的遗留，那其他的在北海岸都零零星星的，那这次在和平岛出现。刚刚讲过100多公斤的，这个代表当时的规模还是不小的一个炼铁的规模啊。那么那只是当然这个铁器很容易锈蚀掉，那所以我们发现的真正铁的工具倒是不是很多，但这个已经足以证明当时已经有大规模的炼铁活动在这个和平岛上面这样子。哎，当它炼铁之后，它会从事一些贸易的工作这样子啊。是。
哇，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个出土文物，真的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兴奋。接下来就要问局长，接下来基隆地区还有其他的考古计划吗？除了现在张院士在和平岛做的圣萨瓦多城的考古计划以外，其实我们现在在中正区公所对面的大沙湾石围遗构也有一个考古计划在进行哈。那这个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哦，就是中正区公所跟内政部申请了一个城镇之星的计划，在进行道路的改善工程的时候，在也就是在中正路的三角公园附近哈，发现了一样有跟这个出土的文物差不多的东西哦。那陆老师他们紧急进行一个考古的一个试挖掘的一个计划，那挖了一个四层式的大坑哈，那从断面里面发现它有很多的考古层，其实我只能说基隆到处都是宝地了哈，就是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如果稍不留意，其实有很多的考古层可能就这样被埋没。那幸好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探究，然后有采取了一些文物。那现在这个工程但也复原，它已经在进行了。不过我想它当时的我们紧急把它保留下来的一些出土的文物跟一些想法哦，其实对于未来考古或典藏这件事都有很大的帮助。是，局长，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推这个大家常听到的大基隆历史场景再现整合计划。那我们这个和平岛的考古计划，相对于这个大基隆的话，它的意义是什么？和平岛的考古哦，在就刚刚我有提到说，1624年的时候，荷兰占领了台南，然后盖了一个安平古堡。那在透过这几次的考古，我们证明了1626年，西班牙来到基隆以后，他们盖了一个圣萨瓦多城的城堡。那这不仅证实了基隆在台湾的地位，也在大航海的历史上的一个定位。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件事其实是和平岛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基隆最重要的一个要塞的据点哦，我们过去跟世界的连结，我想透过这些考古的遗迹跟后来的一些爬书，我们希望能够让基隆在世界的历史上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出土文物，就有民众好奇喽，以后呢这些会有相关的这个展览或是活动吗？跟大家预告一下哈。今年底陆老师率领的考古团队会进行一系列的一个讲座的活动，那当然我们也有跟张院士这里在进行联系，就希望未来这些考古的东西哦，我们能够成立一个北部的一个典藏中心，或是一个国家级的考古的一个典藏中心哦。那这个因为涉及后续的一些未来的规划跟一些想法，我想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敬请期待。是，我们今天难得请到这个所长来哈，所长有很丰富的这个考古经验，要趁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挖宝一下。就是所长，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您过去的这个考古经历，听局长刚才我们在这个中场休息有提到说，在马尼拉是不是有发掘跟这个和平岛好像有一些同时期的发现，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因为这个西班牙人他来到东方，当然这个就先到菲律宾，然后再觉得更向北扩展，所以他要为了控制这一个贸易的航路，所以到台湾就占领了这一个和平岛，那么所以这个西班牙人在开拓这个东南亚和开台湾的这过程里面，当然他的很多把他的很多文化，他的一些理念就带过来这样子，所以像刚刚发现我们的这个教堂的这个形制啊，那么和在菲律宾像在吕宋岛有非常多的这个西班牙的时代留下来的教堂啊，它的建筑的方式、建筑的材料基本上和我们和平岛是非常类似的啊。那么现在在菲律宾，他们有一个专门为保存这个西班牙教堂而做的一个大型的这种研究计划啊。那么他们这个想要把这些西班牙式的教堂呢，都能够做一个非常妥善的一个保存。那么我们台湾呢，当然现在目前，当时西班牙人建的教堂，大概就是目前我们发现的这个房屋的基础，所以它很珍贵。那这个东西在台湾，是现在目前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西班牙人曾经在台湾殖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见证啊。那它是一个整个我们和平岛历史发展的一个段落啊。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让这个段落
就不是造成了一个断链啊，可以连接起来整个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可以透过这些物质遗留呢，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啊。所以，那这个当然未来啊，我们完成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教堂的基础的发掘之后呢，那么还有它整个上面的复原啊，整个希望把原来面貌复原起来，就当然会参考大量的菲律宾的这些教堂的这些形制，以及我们发现的一些考古的证据，然后做一个全面的复原，这才是一个基隆历史大场景的一个复原这样子。是，我们在最后这个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先请局长来帮我们做一个小总结一下。是我们透过这次的考古计划呢，证明了基隆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哈。那我想未来这些出土的文物对基隆来，甚至于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藏哦。一座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建筑物有多高，而是它在它文化的底蕴有多深哦。我想在基隆就见证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我们向下挖掘呢，发现到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哦，等待我们未来发现。那这些也给我们下一代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保障。是，哎，所长，帮我们用这个30秒时间，帮我们说明一下，就一个学者角度，你参与这个计划的一些想法跟一个补充。我觉得我们发现的这个西班牙的教堂呢，当然是我们的努力的一个成果，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结果，因为事实上它可以经过了从17世纪一直保留到现在，而没有被铲除掉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和平岛的幸运。保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一个连续的一个段落的一部分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很珍贵啊。这个我也建议我们的政府能够很审慎的来考虑，把这样一个遗迹呢，能够怎么样的办法给保留下来啊，可以让我们的历史永远可以再现在和平岛，好吗？是。和平岛有这样一个丰富的这个发现，真的是基隆人的骄傲，也是全台湾的一个未来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产。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局长、我们的清华大学和我们的所长、我们的盛伟来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个相关的文物，让大家对这个其实考古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很好奇，因为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到。那跟我们这样的分享，未来呢，就像局长说的，我们有可能有相关的这个展示或是这个教学计划，都这个未来邀请民众进一步来参与。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参与，谢谢，好，来分享哈，谢谢你的收看哦，再见，谢谢。小雅出生后，妈妈就离开了，爸爸酗酒严重，常醉倒路边，害得她有一顿没一顿的。台湾有许多像小雅一样的弱势家庭孩子，需要我们用爱来陪伴他们成长，让孩子们下课后能到附近的1919陪读班免费接受课业辅导、品格教育、才艺课程与晚餐。我是贾静雯，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许多人每天都到超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超商就是他们的餐厅。但有许多弱势家庭连三餐都不能温饱，请和我一起到 iBoom 认捐一套300元的1919救助套餐，让1919食物银行把套餐送到全台的弱势家庭，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救助弱势家庭就全一套。这是本公司即将发表搭载全新全息投影技术的手机。这是你要绿茶？哎，怎么知道我要喝绿茶？喂，你好，先生，您叫的车已经准备好，并且已在大门口恭候，祝您旅途愉快。这不是我们公司的机密吗？怎么被偷了？停车，停车！你在穿透科技公司上班，今天帮公司签约哦。你好，罗先生日，这是他最爱的口味。以后天你要到南部出差，下礼拜公司有健康检查，要记得哦。不错嘛，昨天公司发奖金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说，我的家人都是绝世高手哦。妈妈是一个超级旋风了，能听到天花板壁癌水泥快剥落的声音。姐姐的移形换位越来越熟练了。爸爸也练成失传已久的凌波微步。不要再撑了，快拨打1999下去，为了无重建，简单快速有奖励。哦，明天台风来，好想放假。年轻人跟着乱画课本，这次画了好强的台风哦。杜兄，明天台风来，储水备粮，我已备好防台用品。若欲保命，过去海边观潮及河边戏水，路上屈原都进汨罗江里住居居了呢。确保沟渠排灌畅通，避免淤塞淹水，还要赶紧收拾花盆，固定门窗招牌。李兄，你防台准备的差不多了吧？是啊，这下画的台风再大，咱们也不怕啦。防台作业准备好，远离灾难免烦恼。失智不等于失能，对他们来说，跨不出去的是大众对失智症的不了解。共同照护中心是陪伴失智者与照顾者在不同阶段的照顾需求。我们的共照中心与服务据点，交织失智照护网络，请你。